Rachel，明天我们打算去 CDK 钓鱼。今天晚上先整理一下我们的工具箱，并向大家显摆一下。这四个是为明天准备的鱼竿，然后不同规格的鱼线、鱼钩、签证儿。我觉得这个签证大家肯定都没有见过。你很得意哦。看这个形状是一个长条形的，可以把它放在夹耳里，这样能做到牵耳合一，抛饵的时候就会容易得多。这是几包八字环太空豆转接线，这个线它有一个特别傻逼的名字叫傻逼体，其实现在北美很火的一种鱼线，因为它的一根线上有好几根很小很小的鱼钩，可以做到示范好几倍的效果。小钩可以用来钓小的 bait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小的 bait 钓大鱼咯。剪刀、切鱼的刀，还有剪刀，还有手套，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。然后最后抽网，这个剪了咱就不能退了啊。只是绝对不行。一年来回，度余生无悔。一晌春秋，生生灭灭，浮华是非。待花开，只是再醉一回。换上了一套钓鱼装备，海边的防晒非常的重要，要不然一下午身上肯定都起皮了。这就是我们经常钓鱼的 pier， cooler 工具箱、活饵、四个鱼竿都准备就绪喽。慢点了。哎，这什么鱼？乌雷。老子的虾。哇、哦、靠！第一条大鱼。这虾也好大、啊。哇、哦！史上最大的 catfish， 大不大？这个开费时的鱼不算太好吃，所以我们钓到了一般都会给它扔回海里，但是这条好大哦。你自由了，你看这只鸟来给我们送了一只虾。 Yeah, my mom's a nurse up there and yeah, I want a fish. 哇、嗯、虾啊。 Maybe he's a boy. Can you use your pliers real quick? Yeah, go ahead. Thanks.我去，好多好多鱼啊！把小鱼穿上，我们来搞条大鱼。哥，你说我们钓啥 ？Trout。Trout，OK，Trout， 我们来啦！我靠，你嘴开光了，看看看 ，Trout。哇、哦！对，这个可以带走了。
哇，这是。我的天，又是一条开背鼠。哎，你说你上来干嘛？我还得给你放走。哎，你看它这个身上都是伤，它好像是被大鱼咬了。但是谁会吃开背鼠呢？没有会吃开背鼠的。钓上一个沙丁鱼，可以拿它做 bait， 就可以钓大鱼了。小 Vicky 今天牛逼了呀，一炮双响。哎呀，我觉得我太不像一个羞答答的女孩子了，我居然抠鱼，从鱼嘴里抠鱼。我去，又一条，你今天厉害啊 ！Stingray。Stingray。你们看这朵远方的雷暴云，它正在下雨，要给它们洗得很干净，要不然有海水会生锈。只带回来了这些鱼，其他鱼都因为不合法又放生了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喽。